那我互卡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两个跑最慢的在我前面。就我都没开加速，我开加速有机会，没开加速。你开加速应该有机会，但是刚才跑最前面是陈浩，陈浩他一直冲，他跟他那个跑超慢情人梦，你知道吗？他刚才也有卡到我一球藤真，我说干，妈的，吓到，陈浩挡拆，内奸号。哦，干又来，跟他一个拼秒版的嘛，拼秒版，拼秒版，不会同一队吧？应该是。你要看你火锅能不能，你秒版当然可以啊，但是你的火锅重点主要是火锅、啊。我不能再确定。赤木的锅点，赤木的位置胜率的话，赤木的位赤木位置跟那个鱼柱有跟鱼柱不一样，然后。还要调一下，不同人啊。哥的沙姆是什么？沙姆不是螃蟹。不行，哎呦，我们打到几点？你说一下哦。啊？不舒服。他不舒服了。打到输啊？看一下，打到输啊、哦？我说那个，因为他说他不舒服。不知道我。好了，直接打到输了，好不好？他确诊。靠我！没有确诊，靠我！我知道对面有一只啊，叫确诊，武汉确诊。靠、哦！对面那个工程啊，没有啊，我那边有工程啊。对面那个谁，藤真啊，确诊第一。哎呦，恐怖哟，没进，肯定没进、哦，好秒啊！又干又没进，拿起来。对啊，干四三球。靠边嘞！没进，卢宝这已经抢很好了，我看能不能把他打一个回来。跟到篮板，篮板，篮板！要不要吸走？水啊！敲一颗回来，我第四颗应该会进的吧？啊靠！腰啊！水啊！这个配合，我靠腰啊！靠腰腰的露腰腰，露腰腰，二段吃吃，好球啊，吃吃哦，呜呼，吃吃的好球，我下颗应该会进，下颗应该会进，我吃吃的爱哟，看他妈吓我一跳，吃吃的爱哟，想要影子骗我，想影子骗我吗？二段，这个，这个，我靠！我要哇！碎碎碎碎碎碎碎！哇！他刚才怎么就传出去？他刚才他上篮传啊，上篮传哦，那个很帅，那个蛮帅。哎，闪小啦，为什么没发光？你发了？有没有进？哎，四球都没进，好扯！跳他骨串，我篮板球！我干，这被吸走，这个被吸走，我就觉得很干。一个跟一个跟好，干。完了，跳走超扯的，古川四球没进，好扯，进啊！直接拉后撤好了，我拉后撤还有机会控住。你的机制都给了流川，有这种可以当队友互给的，对。现在机制已经改成是队友的机制。怒吧！靠背，这个我没反应到，我的锅没有。这个如果是鱼柱，你就盖到，你那个是站位问题，鱼柱就盖到，鱼柱就追过去。我想到这个是拿来抓篮板，结果竟然还抓出樱木，不会啊 ！Good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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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篮板 ！Good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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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，等下你盖先到一段，我帮你盖二段。哦去！你有听到吗？一段给你，我帮你盖二段，还是一段给我？没有一段我盖一段给我，一段我啦，没有啦，我们在讲后仰。是后仰的部分。喂、欸，卢巴，看天空啊！哼，我跳快。讲的是后仰的部分。卢巴跳快，好球！银闪战。哎呦，又传出去！靠边！哇，这被骗。樱木应该有大绝了，你们要帮我盖一下樱木大绝，他准备要抓大绝，大家记得。
接啊。好，不然我大姐留下扣扣在樱木身上。那我要把守下来，看能不能把他吃掉。欸、好球，鲁巴！啊，快去！靠边，我被、啊、你有看到吗？我被他掀到顶了一下，完全动不了。我看到鲁巴去盖藤真了吧？鲁巴他怕。对，他那球。好球，好球，漂亮。嗯。藤真想盖。我终于进了，我投了五球，终于进一个了。哼，你是空位进，顶到他目前还没进。我、欸、这藤真很会哦。嚯，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，小心天空，小心天空。又传又传，那真的很会。盖，靠边，哇，一直玩。可惜可惜，你这个真，这个真的只他这只能拆的。对他那个真的不好跟。没救，没救。他、啊、补一个，播了，超超超超超，二段抓到，二段好球，他应该用影子就骗了，哎、欸、干，结果居然传到那边去，我直接拔一个三分，还是不要拔，先不要吧，靠边嘞，好险好险好险，你有没有后仰？水哦，一木，一万想盖我二段啊？你该不是有学一个后仰吗？你可以试试看。再靠边。水哦，跟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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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篮板球，哦不！干你们！不知道他防。我刚才跳，我刚才跳，我刚才跳跳篮板。我有大绝。啊，你有大绝来啊 ？Bounce， 爆球给我大绝。Thank you very much 。这也是跟我哥学的嘛，在那边抖了两下。嚯嚯嚯嚯嚯嚯！大绝，大绝，大绝！来球。哼，藤真该，藤真该没办法，他只想，他只能拼了，直接就有。他只能出手，只能直接中一个圈套，圈套针。跳对，但没盖到，可惜。欸、我只要去干扰到他，都会整个是红干。赤木就用，直接吃，直接后仰把仙道吃爆。你早用后仰仙道，早就没戏。我怕，有些仙道比较聪明啊。你有些仙道比较聪明，有些仙道他会记啊，他会想说你什么时候用啊。任性三分。我有一个，你有一个屁，鲁巴想骗你有一个钟头。是这样，你是说打到输吗？这样怎么输啊？我怎么觉得你们今天状态有点好、欸他不直接20连胜？还行啊！我有点回到我们以前前一阵子。干！我今天攻击欲望很，攻击很流，进攻流畅。我觉得你们今天状态有点好的。